感谢干爹 Shopee 鼎力赞助，让本节目可以撑得住，哈哈。哦，比基尼，哇，好笑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Ori。今天呢，我收到了一个包裹，哇，是 Shopee 的。那我们现在来打开来看看。我就要学学那些开箱影片的人是怎么开箱的。我很想要玩这个东西很久，就要把东西一个一个拿出来。锵锵锵锵，这些都是来自 Foca Real 的这个化妆品。那今天我就要成为一个马来西亚的美妆博主啊，男生来介绍这些化妆品，来介绍给你们。首先第一个，这个是一号的 Crystal。OK， 这什么是 Crystal 呢？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些嘴唇为什么会发光，为什么会发亮？就是用了这一个。当你擦好一些颜色，再涂上最后这个，你的嘴唇就会看起来亮亮的，看起来都很想要滴下去。那我们先试试看涂在手上的效果是怎样的吧。那我先涂咯。哦，这边就是 bling bling 的啦， OK， 所以你们只要涂在嘴巴上有颜色好过，就在最后再上这一个，你们嘴唇就会发光发亮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讲下一个二号的裸色。这个二号的裸色是怎样呢？就是当你想要低调的时候，这样你就可以涂上这个，例如可能彤彤很红，这样你就涂这个，哎，可能出街没有人认识他了啊，不是不是不是。哦，那它的颜色就是这样子的，看到吗？它就带一点橘色，带一点红色，所以呢，可以让你保持着你的唇色，哎，但是又有这个低调的颜色的存在。那我们下一个呢，我们就继续说这个三号的这个 rose 玫瑰色。这个玫瑰色是怎样呢？就是 for 美少女来涂的啊。如果你长得很像可恩这样美啦，我这样你就可以涂这个啦，就让你更美。但如果你可能长得像 baby 这样子啦，像 baby 那样不美的啦，啊，长得像 baby 这样涂上去，哎，可能就会变成像可恩或像彤彤一样。的美女，可以，那我们现在试试看它的颜色，真的是玫瑰的颜色，那我们再涂涂看啦。哇，真的是冰卡乐的颜色耶，而且它这个冰到来又会有点美 ，OK， 又不会带太冰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四种颜色 ，OK， 这一个呢就是 Pinky 的颜色 ，OK， 这个粉嫩的呢，它就会适合那种美少女，想要扮可爱，想要清新这样子哦。Debbie 就可以涂这个，因为 Debbie 很喜欢扮可爱，给我们涂上去看啦。哦，它跟上一个颜色比起来，它真的是比较拼，所以咱们想要可爱风呢，这样你就可以涂这个啦。最后一个颜色，九号的，这叫 Cat Eyes， 所以它颜色就会比较妖艳一点，比较妩媚一点，去 clubbing 啊，跳舞的场合呢，你就可以涂这个。单身的人赶快去涂这个，可以找到男朋友。哦，你看。它比起刚才第一个的那个 Joker 的颜色，它会比较显得浅一点点，会比较上。这就是这五种颜色的搭配啦。那我给你们讲这五种的颜色里面会有什么成分啦、啊？有 coconut 萃取，还有 mint 的萃取，还有 jojoba seed oil， 还有 vitamin E。那些成分呢，可以帮助你就是防晒的效果，还有帮助你保湿。重要是它可以拯救你的那些死亡细胞，是不是很好？呜呼！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看一下还有其他什么产品啦。锵锵锵锵。就是这一个，它跟这些不一样，这个会有带雾面的哑光的颜色，擦上去很多雾，整个很像在云顶上面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下一位，这个 eyeshadow。哇哦，你看里面的颜色是不是非常多种，非常 pinky pinky， 非常适合美少女的。呜呼！因为我有看我女朋友是怎样画 eyeshadow， 这我现在就示范给你看，轻轻的涂一涂这边。哇哦，你们看是不是非常的上色？那我知道他们上了这个 eyeshadow， 他们上那个 bling bling。我知道我女朋友她就这样轻轻这样子涂一点点这些 bling bling 的，那就一样的放在那个 eyeshadow 那边上面。哇哦，你看是不是有那种 bling bling 的效果啊？就是这样啦，所以我女朋友哎，应该就是这样子骗我的啦，哈哈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看最后这三位啦。OK， 这个是什么呢？定妆粉。OK， 啊，女孩子一定懂，但是男孩子不懂。定妆粉就是当你上好妆，然后你就要涂完这个定妆粉，你的妆就能耐一天，就没有那么快脱。所以有些油性皮肤的朋友涂好这个呢，你脸上的油通通都会看不见。好，我找一个我的肤色的。OK， 这个一号的这个，这就是我的肤色。那我现在涂涂看，哦，哇哦，你看有个海绵在那边，哦，它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倒，哦，很专业，这样是不是 ？OK， 然后拍拍拍一下，啊，现在就可以拍在手上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拍拍拍拍，哦，你看，它就会看得出我的手这边呢是没有油了。
OK， 它就会非常的没有那么多油性，因为它就盖住了那油性。那这个就是这个定妆粉的效果了。好，今天我这个美妆博主就到此为止啦。那现在不要走先，你们可以去 Shopee App 投我一票。OK， 我就是 Ori 原味。OK， 可以投我一票，拜托各位支持我啦。那如果你们有兴趣喜欢看的话，可能我下一次可以开箱一些关于一些女性的产品，哦，也可以介绍给我，哦，我也可以开箱的哦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